头发啊、衣服啊，都准备到，就是真的给大家最好的，包括我自己的部分。哎，你们有，应该有 follow 我的 IG 吧？有。最常看到的是什么？健身。对，我有一阵子就是很疯狂的 po 健身，我想说，我经纪人就跟我说，你好像一直 po 健身。我说，但因为我是一个很自律的人，除了练唱、健身，然后。对，哎，对，有啦，还是要写歌啦，只是写歌是不知道怎么拍给大家看，因为都是在家里比较随性，比较，就是很素颜的时候，对。然后我要再次谢谢大家，因为今天这个晚上对我来说很感动，我很怕那种要。冷场跟一直掉眼泪，有 CPT，对呀、哭了都会流鼻，也是正常的吧？就真的很久很久没有来，然后我要再次谢谢我的唱片公司华纳唱片，对，因为。真的，如果没有公司这么支持我、力挺我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机会再来。因为我一直听到，不管是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像之前去成都，我都很难忘，因为我都一直没有去海外演唱，就想说，常常听到我朋友跟我说，我好喜欢那个对的人，爱了就知道。包括刚刚新歌你们都会唱，可能是因为这样，我在那个点哭了，对。然后我想说，都没有看到我的人，但这次终于有机会来了，谢谢你们。我尽量记住每一个人的面孔，所以你们唱得越大声，或者是哭得很厉害，我可能比较会记得。然后我再说一次，我的 IG 脸书搜寻 Princess I， 真的，我常常每次都讲，不是小编回小编看，是我本人，所以我常常就是我会每一则都看，但我都会图案，因为不然我会回不完。但是如果写的特别感动、有趣、好笑，或者是真的对我有一些特别想要说的话，想跟我分享，发私讯给我。我都会读，是我本人回的。你说我认不认真？认真。好，今天这场音乐会要感谢很多人，感谢我的唱片公司华纳唱片，然后我的老板修哥 KS， 我的掌声欢迎。我不能说他在哪，我怕他不好意思。然后谢谢我的经纪公司杰西娱乐，我的经纪人林仲杰，大家掌声。我的实习经纪霍杰，然后实习单位 Life House， 泡泡单位 Kitties， 什么怎么念来 ？Kitties， 好，掌声欢迎。我刚好谢谢黄道唱片之外，黄道唱片的同事们，三位颜值高人。Lisa 灯影化妆法师 Lisa， 还有我的小助理那个小贾在那边，还有我新加坡华纳的同事熊丽、江丽，还有谁有来？还有阿德，我这几天看到的，谁没卸吗？我很怕没卸到谁，有吗？没有了。好，好，还有我的衣服韩国艺家，掌声鼓励。指定媒体新传媒 yes933 以及 love972。我应该被卸到了吧？我很怕没卸到谁。总之就是所有的一切。对，还有谢谢你们。你们是最重要的，如果没有你们，我们就不能来了。好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？你们手机还有电吗？有，应该有带充电器吧？我以为要唱到明天吧。接下来拿起你的手机，我开放你们就是
哎，我听到小朋友在说，拿起你的手机，然后希望大家拍我今天这么漂亮的样子，然后你们拍到照片呢，标记我好不好？因为这场音乐会呢，我希望借由现场的每一位你喜欢听戴琳的歌，喜欢戴爱琳，今天拍到你觉得喜欢的照片，不一定要漂亮，也许看起来很好笑，或者是哎呦很可爱，只要是你喜欢的就标记我，让更多人知道戴爱琳。然后我很快就可以再来了。接下来这首歌，我这几天宣传都一定会唱到，早上就要飙高音的歌。你太好猜了，你们就是我对的人。